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这一集的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哇，又到了一个礼拜了，总是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且呢，每个礼拜呢，孟凯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在空中跟所有的观众好朋友来见面啊。其实呢，每个礼拜孟凯都非常的期待，为什么呢？因为总是觉得说在这空中可以有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来宾面对面零距离的好好的来做访谈，而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来宾真的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都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让把这个自己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或者说过去的一些履历能够一五一十的来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而我们只要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听到我们所有来宾过去的宝贵的生命经验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也非常划算的事情，也因此呢，孟凯诚挚的邀请各位观众朋友来今天好好的坐下来，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手边的遥控器，共同的来欣赏我们这个礼拜又为您带来哪些精彩的这个专访呢？好的，那节目呢一开始呢，今天也是为您邀请到很特别我们在地的来宾哦，尤其刚刚这来宾，我们在录影开始之前稍微聊了一下哦，就讲到是说，虽然来到淡水这个地区居住了十多年时间了，真的感觉到这个土地就是会黏人的，可以让人把这样黏下来，黏不走哦。来，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乐夏猫蜂糖发饰吐司的这个老板，也是我们的Lilian， 你好，是好来跟观众朋友也再打声招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来聊一下？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就是本身您并不是在地的淡水人，但是也在这边居住了十多年时间。对，那时候怎么因缘际会会想要来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生活嘞？因为那时候是老公来这边工作，他觉得这个地方蛮舒服的，然后环境各方面都很 OK。 那因为我早期是住在木栅，那因为木栅环境很潮湿，所以我一直在生病。他想说那你来淡水会不会好一点，可是我考虑很久，因为你知道感觉淡水也好遥远。对，因为你住木栅住城市习惯的人，你喜欢很热闹的地方，那所以我那时候考虑了很久，他就跟我说，哎呀，小孩子一直不断的生病，我们换个环境看看，就我们就来到淡水。那刚开始其实也是很不习惯，不过后来小孩子的体质越来越好了。哦，是，这真的环境其实是会有影响，其实木栅是比较深山里面，对不对？对，因为我木栅是住在那个政大那边，那湿气很重，你看一个星期要去看医生要看五到六次，因为你不断的从感冒过敏感冒过敏，其实那时候已经分不出是你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那小孩子也是，尤其是在念幼稚园的小朋友，那后来我们就来到淡水，其实大家都觉得淡水很潮湿，其实未必，其实反正他夏天的时候他的那个氛围是很舒服的，空气是很舒服的，反倒那时候的症状反而会是减少的。是，其实您也点出了这个台湾这个海岛型气候国家的这个毛病通病，70%-80%的人，就连孟凯也是一样，就是真的也是会有这种鼻子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的问题。好，那之后您本来也不是从事这个餐饮业，对不对？对。那怎么会因缘际会，我们到最后开出这个乐夏猫这一间法式蜂糖吐司早餐呢？因为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工作，然后后来小孩子我就交给保姆跟幼儿园嘛，那后来出了一些问题，那小孩子突然间不见了，那保姆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当时在工作，那打电话给幼稚园，幼稚园说找不到小孩。其实一个妈妈发现小孩不见，她是很紧张。可是你在上班，你不可能我把店 close 下来，然后我跑去找小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工作，我就全程专心带小孩。那等到第二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是觉得真的是孩子在家里待太久了，也很无聊了。然后那个工作，因为你长期在一个24小时的环境里面，其实是没有那么愉快的，你的品质会变不好。没错。那我就想说，那我出来工作好了。但是我工作的条件之一，我要兼职到小孩的问题。我希望可以看到两个孩子可以跟我一起成长，或是陪伴在他们身上。所以那就只能说，那我就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可以早上可以工作，因为早上我出门，我可以带着他们出门。
然后我可以看到他们，然后他们下课的时候打开家门的时候可以看到妈妈在家，所以我才想说啊，那我来做早餐。嗯嗯，是这个想法的。哦，原来还是有跟小朋友有相关啦，对不 对, 对，而且您刚刚讲是说老大跟老二其实年龄就有差一段距离。对，差了六岁啊。是，所以老大那时候您说突然不见是他自己？不，他是因为他是坐娃娃车，然后到交给保姆，然后保姆呢半个小时之后没有接到小朋友，也没有说，然后才跟我讲，那小孩子是在幼儿园坐娃娃车不见的。哇，这个天下父母心听到这个光想象就已经很非常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对，那其实是处于一个很紧张很崩溃的状态，然后你又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因为其实你打电话到每个地方去，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对，后来隔了两个多小时，学校才说他是在坐娃娃车不断的坐，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去。哦，就他是坐到不同的车，或是就是反正不是到原本保姆应该要下车的地点。对，那就是老师的疏忽。Uh-huh. 然后老师也没有问他说，哎，你到底是应该去哪里，因为毕竟他才小班而已。是，那他不懂，那所以他就经过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就放弃，因为原本我从事的行业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因为他做的是服装这个部分的工作。嗯，是，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干脆全职带小孩好了。嗯哼，对，那经过这一件事情我才发现，其实你跟小孩相处，因为那六年的时间我们是短暂相处，那后面的时间你发现你跟孩子中间的互动，两个孩子是有差别的。嗯，那对以后未来的等于说他们的走向想法，他会跟父母亲的比较密合一点。嗯嗯，是哦，就老大跟老二的生落差，成长过程是不一样的，有父母陪伴跟没有父母陪伴其实会差很多，差蛮多的。嗯，所以我才想说那这样子我就满足自己出来跟大家互动的机会，然后也可以兼顾到小孩。嗯，所以我才想说那我就找一个可以兼顾小孩的工作，所以才开这家店。了解。嗯，好，不过我们在进入这家店之后，我突然想到其实就像您刚刚这边提到。嗯，我国小也有一样的状况，你知道吗？我要去补习班补习，然后这个坐公车去补习班，结果坐反方向公车。那时候很单纯的就觉得是说，那既然坐反方向了，我就干脆一直坐到底，他就会绕回来，因为想说公车是一个循环。没想到那家公车叫做307，它的路线非常的长。哦，对，很长。那我又真的就是小朋友，就是想省钱，就觉得是说啊，我已经投钱了，所以我就不能随时下，因为下了就没有办法要再坐一趟回去。我想说就是绕一整圈再回来，没想到他就坐了一个半小时到板桥终点站，然后司机也不知道，司机也觉得说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莫名其妙坐到板桥。嗯，那我也讲不出所以然我要去哪边，更重点是我的家人非常着急。对，我讲这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天下父母心。那真的遇到小朋友不见之后，你自然才知道是说哇，这是有多着急的事情。对，好，那拉回来，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要开这家法式蜂糖吐司，怎么会想要开早餐？一般来讲，我们台湾人好像都比较习惯，就是什么美差美啊，什么一般的这个早餐，或者是说早上可能这个豆浆哦，蛋饼，比较少这个法式蜂糖吐司，而且一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可口美味。您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要开异国的早餐店？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还是小孩子。嗯，因为他有时候晚上肚子饿，可是你知道你不知道给他什么东西，你也不能给他太多东西嘛，因为十点多了。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最简单我们就是把吐司，家里有剩下吐司跟蛋煎一煎，我们都会撒一点白糖。对对，那他就这样吃了。那因为小孩子本身很挑，那他不喜欢吃外面的早餐。其实我在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是每天都要煮三餐的，包含早餐也要做。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与其这样，那我可不可以省一餐，就是说我开了店，然后他们到店里面来拿餐点，我既不用做，然后我也可以赚钱。嗯，所以我才想说要做那个法式吐司。对，但是其实开这个店我并没有像外面这样，外面可能他就是整套的模式下来。哦，我进去加盟，我给你什么东西，给你什么东西。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碍于食材的问题，因为我们比较挑，
可能说我比较喜欢吃比较纯粹的食物，嗯，所以我就去想说，那我本身的胃也不是很好，那我可能对于面包类的东西，我可能说如果吃到不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胃不舒服，嗯，那我的孩子也是，所以我才想说，那我就做这个，就找一个部分是这个他可以吃的，我可以吃的，然后我们来做尝试做一家这样的店，嗯嗯，哎、欸、是，其实这件事情算蛮重要的，因为您刚刚有提到是说，是等于是你用做早餐给小朋友吃的心情，嗯，来做这样的一个餐点、嗯。那一方面是给小朋友一定要吃到，一方面也是可以卖给客人，所以客人吃到就是您小朋友吃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哦，那就非常的营养健康，至少卫生、食用安全是完全没有问题。对，因为对不对？对啊，像我小孩子他这样子，他几乎每天来，包括他现在他念的大学，他还是一样。他还是一样从家里走过来，拿了早餐，然后再坐公车到学校去。我感觉很幸福，就是对，而且他还可以不断的变化，吃不同的东西、嗯。可能我今天想吃多一点，我就多加一点培根啊，多加一点 cheese 啊。是，对啊，嗯、所以其实是对他来讲，他还蛮好，蛮方便又省钱。嗯，对，嗯、而且就是这个是早餐，真的是一日的一个开始啊、哦。所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都证明了，第一，嗯、早餐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第二，你想要减肥的人，早餐一定要吃哦。这个是完全是颠覆以前的观念，想说啊，你不吃东西就会瘦，错了。没有吃早餐的人会更胖，因为你下一个阶段要吃的时候呢，大家身体里面会有这种记忆机制，就会告诉你说，吸收热量更多、嗯，所以反而你没有吃，因为你没有吃早餐，让身体饥饿，饥饿之后，反而你下一餐不管是午餐或晚餐，你吃的时候反而吸收的热量会更多，对不对？对，没有错。嗯，好，那我们来拉回来是说，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说这个乐下猫？是您自己本人也喜欢猫吗？对，我很喜欢猫，因为我自己也有养两只猫。哦、oh, ，是。对，然后他们有在店里面吗？没有哎、欸，因为很怕生， oh. 因为我有两只猫，一只是我捡回来的。嗯、那它毕竟它还蛮有野性的，它全家就是不咬我而已。Oh. OK。对，然后另外一只就比较懒，因为我觉得猫咪在现场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客人的用餐。嗯，确实，对对，就不同的猫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啦，吼，不是说每一只猫都那么的亲近，其实每只猫的个性都不同，因为我本身也非常喜欢猫，所以没有了。好，那哎、欸，为什么叫乐夏？欸，是因为很喜欢夏天吗？不是，乐夏乐夏它是法文，是猫的意思哦，是就是乐夏 ，OK， 取哦，所以说它等于是法文的猫，对，哦，是，所以说整个这样子。拼起来就是乐夏猫，就是 La Sha 猫。对 ，OK， 嗯，为什么您感觉起来好像可能观众朋友到现在会有一点点这个好奇，就是感觉您好像跟这个蛮洋派的，就是您的发音啦，或者说您的这个这个做这个法式吐司也是非常洋派。你自己本身有在国外工作或是求学的经验吗？哦，没有哎、欸，嗯，只是说因为我因为我以前带的公司是国际公司、啊，所以接触到很多外国人。那像我的前几个公司有法国老板跟意大利老板。哦，是，嗯，所以等于是您平常工作的时候就需要跟他们沟通，对，然后这个无形当中您的口音啦也都非常的道地。是不是也还好啦？最近已经不到底了。就自从开了早餐店之后，面对的对面对的其实还是环境会有差，面对学生跟面对外国老板还是有不同。嗯、对，是、嗯、好。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是说，那你自己开了这家早餐店四年多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比较得意的，或者说觉得说跟其他的这个早餐店？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强调应该是法式吐司蛋酥饼，嗯，对不对？那对。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说这个餐点的特色在哪边？其实我们的特色，因为在台湾来讲，也是很多家店做法式吐司，嗯、但他们的法式吐司可能跟我们比较不一样。那他们一般来讲，像大家都知道，很多是用炼乳，哦、或是蜂蜜，是。但是我们用的是蜂糖，哦、为什么会用蜂糖呢？其实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说食物吃比较纯粹一点，吃比较原味一点。那当你食材好。你就不需要太多的味道去把它
压过去，我反而只要用一点蜂糖，嗯、我可以把它食物的味道的给提带出来。OK， 哦，所以蜂糖那成本上来讲会有差吗？当然差非常多，其实光面包的差别就很多了，因为我们的面包是其实找了非常多的面包师傅，甚至像早餐店他们配合的厂商或是其他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要试这个面包的时候，我们家堆一堆面包吃都吃不完，为什么？我要去尝试说这个面包它有没有弹性。嗯哼，哦，那我可能冷掉之后，因为知道学生一定是买了早餐放到学校一段时间他才吃啊、哦。那他好不好吃，这其实一个是很重要一点。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试了非常多的面包，那包含我们的食材，那有些没办法又要用到那种可能像火腿这些东西，我可能没有说没办法说用到那么纯粹的东西，可是我用的东西是比较大的厂牌，像我培根是用台旭的。那我的起司是用法国的起司。OK。哇，这听起来就是成本上来讲就是会比较重，对不对？对，成本上比较重。其实我就因为想说，因为我的小孩也要吃嘛，那总是说我不可能给小孩吃不好的食物。对。所以说我就其实就用这个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们赚多赚少，我们就是赚快乐就好了。OK。哇，其实这一点的想法倒是非常特别哦，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个我们知道说做吃的，相对来讲很多人都喜欢做吃的，是因为做吃的基本上你只要口感啊什么不要太差，都一定可以获利哦。不过呢，就是这个食材的成本跟食材的控管就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台湾会有发生这种食安危机啊、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孝的商人，他当然会觉得是说将本求利，就要把这个价格成本尽量压低啊，以换取更大的利润。不过这样子当然就会让人家有这个疑虑嘛。那我们今天这个乐夏猫呢，它其实就是用比较好一点的食材，至少是说自己可以给小朋友吃的，可以让自己的小孩吃的都安心的食材，然后来给所有的消费者。所以我想这是绝对是品质是值得经得起检验啦，是啊，对不对？是没错。那另外除了像蛋酥饼是什么，跟一般的蛋饼有什么不同？一般的蛋饼它就是面粉下去或水它就熟了。那蛋酥饼它是属于千层酥饼，因为我不喜欢吃软软的东西，那我喜欢吃脆脆的、有口感的。对，那它咬起来有面皮的香味。因为我老公是外省人啊、那他们喜欢吃很像那个像馒头吃起来葱油饼啊，对，那种咬起来有香味，所以我才说用找一个找这样蛋酥饼是千层，它是一个千层酥饼、那只是说我用个蛋，但是做法其实是跟蛋饼的做法一样。不过比较不一样是我会加一些生菜下去。OK。对，为什么会加生菜？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几乎不太吃菜。其实变成是我强迫性要求他们习惯吃这个东西。对，就像现在很像你看很多同学，他们喜欢去那个手摇杯的饮料。为什么？因为口感习惯了。对。那我能做的就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就改变一个人习惯。所以像我的酱料里面，我没有辣椒酱。因为你辣椒下去你就改变你的口感，改变你的味觉、那食物的味觉就变不一样。可是我希望他们常吃到食物最基本的味道。所以那些东西我是没有的。 OK。 所以就不要有太过多的这个调味品，对不 对？ 对，没错、因为其实调味品大多数你要想是说，譬如说像辣椒酱，它可以不用冷藏不用冷冻，然后放在户外，放了这个可能从开封到真的使用完毕可能至少2-3个月，不一定。对，那你就知道是说它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防腐的东西啦。对，那这样子当然就说这个添加品如果说能少吃少用少喝少买，那当然是最好的事情。是啊，没错。不过我们再拉回来，我也想请教您哦。就说你这样子做了4年多的这个早餐时间，当然四年多代表是说您整个生意上来讲应该算是稳定。是。那早餐店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那就一定要更早起床去备货、去准备、去开店，是不是？可以以您这个，因为你之前也不是餐饮相关科系，可不可以给以你这个就等于是，一般的民众来给我们，如果说有心想要开早餐店的这些观众朋友一些建议啊，就是
真的投入开早餐店之后会遇到什么样你觉得是说很比较困难的，或者说可能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早起。确实，对，尤其是冬天。您这样平均每天都要几点起床？我现在还好，因为有些东西我可以提早备货的东西。嗯，那我现在平均的话，我最早开始是3点起床。哇哦，对，根本很多人有你，也许你以前的工作3点是差不多才要正要睡，正要睡觉的时候，对不对？对，嗯，然后变成3点起床。对，那后来做一段时间，就大概4点多到5点起床。嗯哼，嗯，其实早起是真的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但是你要熬过那段时间，你就觉得 OK， 我可以继续走下去了。嗯嗯，就改变生活形态了，对不对？嗯，就变成是你就一定要早睡哦，可能9点多10点就要睡了，对，因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才有每天有这个体力去应付一整天的工作。对，那您现在有做到中午吗？因为蛮多早餐店好像现在也都开始。蛮流行 brunch 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因为我们是学生嘛，我们是在正义大学，所以我们是配合学生，我都做到中午下午1点半。OK， 对，是，那等于是说早餐、午餐都兼顾了。对，没错。是。那自己学生来讲，好，有没有什么是他们最喜欢，或者说给你的回馈，在这段时间你持续的在做改变的一些部分？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跟学生那么多互动。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餐点都是跟学生讨论出来、玩出来的。哦，嗯，譬如说，有可能很多店家就是固定的知识，说我只能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对。但我觉得说，东西你要经过不同的研究跟变化嘛，所以可能有同学说：“阿姨，我想吃什么加什么，可以吗？”那当然可以啊，我们试试看嘛，你敢吃我就敢做嘛，只要你不拉肚子我都 OK。所以就很多餐点就是这样发想出来的，所以我以前的商品没有这么多元化，那现在的商品有比较多元化一点的。等于是顾客的这个创意的发想，那互相结合之后，也可以变成一道商品。对，没错。那反而大家觉得越吃也觉得好吃，然后就成真了。对，哦，对，所以说有可能，比如说像蛋酥饼上面撒枫糖啦。哦，有，是不是？有蛋，真的是有，啊，真的吗？真的有个同学他很爱蛋酥饼，然后 cheese， 然后淋枫糖。嗯，对，他就固定，他就喜欢这样吃。对，他觉得甜甜咸咸的。对，所以我们后来才变成，才有一道是蛋酥饼里面用花生酱。嗯，对，然后加 cheese。哦。对，所以这道商品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有人说：“哎，这可以吃吗？”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吃吃看啊，因为毕竟有人吃了嘛，因为可以出来的商品一定是可以吃的。”对。后来变成说：“同学想吃甜点，不想吃这么甜的时候，他不就会点这道餐？”嗯，是。嗯，其实就像很多国外很有名的汉堡啊，就是美国的那种汉堡，它里面是加花生酱，就涂花生酱、肉排、花生酱、生菜。对，好吃了，我听到我都流口水了。希望观众朋友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吃饱饭了。虽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大家吃饱了，然后不过呢，还是真的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正向积极来看待每一天，因为尤其是我们今天跟我们Lilian 提到，就说这个从一开始的这个早餐店，然后为了要照顾小孩，然后到现在的发想。真的，一路上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然后呢，4年多的时间，让我们乐夏猫可以越做越好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奇幻旅程。而现在老大也已经大学1年级了。OK， 那真的这一路走来，我相信丽莲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心情啦。是啊。最后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近期的计划，或者是说想要跟观众朋友说的话，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说？我近期是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说可以快乐的过生活，因为其实每一天你就要去珍惜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谁没有人都知道说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对，那你可以好好珍惜跟每一个人的互动，因为也许下次就没了。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就是好好的珍惜每一天。是，好好的珍惜每一天。我想这也是我们居住在我们这个金山万里、三芝、石门、淡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或者是说看到我们这节目的所有好朋友，其实呢，我们都希望
推出一个好的每天都给自己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好的一个抱负，好的一个坚持，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握每一天的生活啊。OK，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